假如有一个人，他将你亲手送到坏人手中，害你根基尽失，暴心教坏，你会不会恨他？你想去参加盘龙会？你想救燕无师？假如此人能破金石天下乱局，若是他死，可能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流离失所，你会不会选择救他？只是我先前并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别铁石心肠。